志，我今天要送你一个水果哦。姐姐，姐姐，我也有水果要送给你，我先送吧。乔治，你这是什么水果呀？那你猜猜看。不猜啦，我这里也有水果送给你。姐姐，姐姐，你送的水果怎么和我送的水果是一样的呀？肯定不一样，我这个水果还可以变形呢。变。别以为只有你的会变形，我的也会。看，变一个大梨子，我的呢是一个大橙子。乔治，你的水果可以吃吗？当然了，那我们两个换着吃吧。可以，可以，把我的橙子切一片送给你。那我也把我的梨子切一片送给你。可是乔治，你不是说好把整个梨子都送给我吗？对呀，对呀，你还说把橙子送给我呢，现在只给我一片。不说了，不说了，先尝尝水果好不好吃吧。